是哪根筋不对劲？你买了这些虾货？可是这个厨，哎呦喂，你要讲什么？没有，我现在也是。你那是什么消除记忆的东西？这个东西很好。然后我们就上网搜寻，它叫跳绳机器人。我转成那我怎么关？哎，怎么样？冒生命危险！金买得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